为表彰香港老一代导演龙刚对香港电影业做出的贡献，纽约移动影像博物馆携手香港驻纽约经贸处将从15日起联合举办昨天、今天、明天龙刚电影回顾展。香港导演徐克14日应邀特地从北京飞来纽约，代表博物馆和协办方纽约亚洲电影节为龙刚颁发终身成就奖。我其实很想用普通话来讲，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香港本色的一个电影。龙刚导演拍的电影是《那潘多尼斯》《Not Mandarin》。不过他改变了中国电影、香港电影的道路，因为他当时把摄影机带到真实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现场去。